中央书局屹立于台中市中区的台湾大道上，已经将近百年。对许多老台中人来说，它不仅是一栋外观典雅的三层楼建筑而已，更像是一扇打开知识的窗。它曾经风华，也曾经没落，于1998年终止营业。20多年后，凭借着许多幕后的推手，乘上难以数计的毅力与决心，中央书局回来了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刚进去中央书局的时候，那个原先在一楼的那个安全帽店撤了，然后二楼的那个舞蹈教室也撤了，然后刚进去的时候，其实因为它也闲置了一阵子，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废墟状态，包括楼上，对，它的三楼甚至顶楼那边就荒废了，真的很久了，因为一直都没有人用，对。所幸在2015年，中区再生基地成功的媒合了信宜基金会与上善人文基金会，正式开启了中央书局的重返计划。中央书局当时开创的时候，是一群其实当时还非常年轻的人，他们共同创建的一个文化基地。那我们今天能够追随这样的脚步呢？能够扛起这样的文化使命呢？每一个人对中央书局都有不同的记忆，所以每一个人对中央书局的期待都很高，可是又都不一样。那到底中央书局要做成什么样子呢？这也是我们会不断地自问自己的一个问题。万事起头难，基金会必须克服重重关卡，才能让世人再次停留在这个街角，注视中央书局。那栋房子大概是战后1947年盖的，那时候这种都市的建筑就是流行 Art Deco， 对，装饰主义，对，整个立面上最上面的那个饰带那个花纹其实是等于说非常的精细哦。对，那中央书局因为它位在角地，所以它的那个弧线代表就是一个比较流线，然后甚至比较有点温柔，对的这种感觉。原有的内装拆掉再踏进去的时候，虽然看到很漂亮的格子梁，然后也看到了一些当时的磨石子，甚至当时的砖墙啊，虽然都看到了，可是这样一栋房子要去修复起来，其实只能用头皮发麻。对对，这就是面对这些老房子，到底要怎么修？结构可以说是这栋建筑的最大特色，然而却也是整修工程最大的挑战。2016年，就在整修工程准备开工前，结构技师却发现建筑物的结构比想象中更糟糕。它是要延伸出去的。我来这里应该是第4次了。今天小规模的接地调查，那这在我们修复过程常常会发生。要不要？我看伊砖啊够多哩。这个是1947年的建筑物呢，那时候的工法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。今天发现很多特殊的那个做法，比如说所有的梁呢，它都是用钢轨来做钢筋。内路啊，内路啊，那个轨道内路。混凝土的品质啊，比我们预期的要差很多。那粒料分离的情况非常严重，看不到那个水泥浆，很少。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它以后的那个耐震的能力。影响比较大的像这个楼板的部分啊，它因为锈蚀的程度比我们预期的严重，那大概会增加1倍的量啊。本来可能是10%左右的楼板需要更新，那现在可能会有达到20%。那柱子的部分呢，就是外围的柱子，本来大概只有一半，那现在几乎每一根都需要来做这个补强。这些新发现的建筑结构问题，在经过重新缜密计算出需补强的数量与强度后，一年后的2017年，中央书局终于启动重返工程，正式开工。这栋建筑完成于1947年，当时结构工法与当今有很大落差，因此补强的重点就在柱、梁、楼板这些结构系统。先打出混凝土，重新绑钢筋，最后再灌浆回去。
打除旧的混凝土后，可以发现原有的钢筋相当的稀疏，可想而知，重做也是有相当风险的事。二楼有一些大梁是拆除以后重新做，那这个在施工的时候会有比较有高的危险性，所以我们在施工前有做很多的临时支撑做补强。重做的梁柱在绑扎钢筋时，除了间距与工法要符合现在的法规标准，由于原有的钢筋仍旧保留着，施作起来更显得费工。不仅如此，无论新做墙壁或重做的梁柱，都要在四周原有梁柱植入钢筋，才能与原有的梁柱绑钩在一起，提升耐震载重的能力。这些因素都让绑钢筋比一般新建的工地更困难。所幸新的混凝土灌浆除了管子要拉长拉高之外，与其他工地没有不同。女儿墙上的饰花是以水泥制成，今年累月下来的风化让外观产生了缺角，失去原有风化。女儿墙是砖造，因年久而多处产生裂缝，甚至树根渗入，有崩塌风险，必须拆除后再新做。这些饰花在拆除过程也将随之毁损。为了保留最原汁原味的图样，修复团队尝试以玻璃纤维的材质拓模，然而这次的尝试却失败了。玻璃纤维并不适合这样的翻模，因为 FRP 它本身比较硬，做出来的纹路它比较没有这么自然，因为 FRP 本身没有弹性，在拆的过程中因为需要震动还有脱模的动作，往往就是拆的过程中就断了，而且断了好几遍。于是修复团队改以细胶做模具，因为制作拓模要在平面，因此选定外观最好的饰花板当样品，小心拆除。细胶模具有弹性，浇灌水泥及拖模都能顺利进行，花草图样的还原度也很高。当新的女儿墙重新立起后，饰花板终于也回到屋顶，以干式施工的方式吊挂。所有巨细靡遗的考量，都是希望让中央书局的每个角落更能往重返的目标迈进。经过将近一年努力，结构补墙与外墙工程告一个段落，外观有了基本的雏形，工程也正式进入室内装修的阶段，破坏已久的蓝图逐步具体落实。